刚咬了自己一口，确定我没有在做梦。你从大哥房间出来，该不会你们打架？大哥还好吗？孩子，不喜欢啊？没有不喜欢。怎么了？干嘛这样笑？只是单纯觉得有人穿那么帅来接我下班，挺好。喜欢的人是不是大哥？是。那我要叫你哥哥还是大嫂？你怎么这么不浪漫啊？不要说不浪漫，我浪漫起来哦，连我自己都怕。王教练，这才不浪漫。下次不要这么对。魏天啊，你是跟小雨在？如果你怕影响到公司，我可以。我其实觉得你们这样很好。有什么事情跟自己相爱的人在一起还重要？我刚刚看到谦哥跟小远在，哇，是太激动了。这个拥抱是哥哥，也要自然。我是一个怪。生命中的人来来去去，身边还能剩下的那个不离不弃的，是幸运吧。你的视神经长期被血块压迫，已经有功能衰退状况。像这样的手术啊，我们不能保证一点没有问题，你考虑一下。我哥哥万一真的怎么样，不要管我好不好？